果然是没有错。你再说一遍。爸爸上赛车。嗯，答对了。哈哈哈。好，那我用这个吗？可是这个刚刚被爆裂了。那也没有可以用啊。可是它会爆裂，怎么办？没关系。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。爆裂它！爆裂它！大力棍啊！哇！荒野龙兽打不过地狱三头犬会被爆裂，再一次。把你的打爆裂了。好，看我的，荒野龙兽加上万象宙斯改装，先用它的金属轮盘，我再改装，改装万象宙斯的金属轮盘，才有黄色金龙。环色罗陀大皮，锵锵，那锵锵锵，结果变成 Metal Power。哇，你看，变成不一样的颜色。好，看我的，我怎么这样？依依，你要被爆裂了吗？是啊，我不要啊，那我要把你爆裂哦！三、二、一，整个爆裂！哇，这一次狂野龙兽看来非常猛烈，哦，对上地狱三头犬，两个人开始互相攻击了。哇，撞很大力耶，和地狱三头犬看来很稳定。糟糕，糟糕！非常紧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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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激，刺激，刺激！荒野龙兽还撑得住吗？耶！我打赢他了。你叫屁！你叫屁啦！耶！你赖皮！拉布拉布！看我这个变装的万象兽师！没用的！打败你这个地狱小屁孩！三、二、一，战斗开始！哇哇哇哇！啊啊啊啊！连续三次攻击，把我的万象兽师爆裂了。金厕所大灭菇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得换我。第一是大帅哥，换我了。换换我来给你爆裂一下。我这种尖尖的牙。什么尖尖的牙？就是有刺刺的。尖尖的屁股。直接等他把那个全部的战争图。好，这个是。都打爆裂。这个是谁呀？我怎么又问？万象宙斯。这个不是。狂野龙兽，对，狂野龙兽，三二一，战斗开始！开始转呀转，旋转板，好，这次要加油哦，把它爆裂哦！我两个人还非常不要吐口水，太脏了。耶、yeah, ，你看这一次是我赢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是这个。这次是我赢了，因为你